2022台湾灯会进入闭幕倒数，无人机展演大获好评。市府在昨天晚上也加码烟火秀，但是这个表演到了后半段时，无人机的讯号竟然突然被干扰，民众最期待的戴姿颖跳沙完全崩坏，连结尾的可爱虎爷也都不见了。事后市府团队也表示呢，无人机的确是被讯号恶意干扰，现在已经请电信警察介入调查。1500台无人机出动，在夜空排出巨大狮头，现场民众拿起手机狂拍。无人机展演前半段还很正常，但到了后面，无人机没到定位，看上去一点一点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图案。我觉得哦，这个是不是有点状况？你有看到戴姿颖吗？有啊、哦，那我看不出来，好像后面不知所云这样。最受欢迎的戴姿颖跳沙看不出形体，美丽的地球变得破碎，就连结尾可爱的虎爷也消失无踪。2022台湾灯会无人机展演大受好评，24号晚上市民日加码演出，加入释放口径16寸烟火，号称唯一一场时间最长展演，无人机却出状况，网友表示真的很惨，彩蛋是破碎的戴姿颖，还好有烟火，不然很悲剧。那这个是有人刻意的干扰。所以我们也请电信警察能够全面的来协助。今天晚上到2点的时候，我们又试飞了一次，证实讯号被恶意干扰，市府找来电信警察介入调查，连夜进行完整版展演测试，确保接下来几天直到灯会闭幕前，无人机不会再出现状况。记者陈俊克，高雄采访报道。